Good morning from Miami Beach. This is Dr. John Bennett of Neurosurgical TV. We are lucky to be to start the Chinese Neurosurgery Grand Rounds today. And I'll just introduce Yonghong Wang, and he'll take it from there. Good day, Yonghong. It's all yours. Okay. Thank you. 今天我讲关于脑支皱瘘的手术机理，因为咱们线上有些中国的朋友，然后我就用中文吧，完了咱们一起讨论。那么这是我关于我最近关于脑支皱瘘的一个手术原理的一个文献的总结，和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首先我这个患者篇分为两个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是关于脑支皱瘘的历史，那么再一个部分就是关于脑支皱瘘的一个病理生理，还有一些机理。那么实际上这个手术，脑支皱瘘这个手术历史很久了，这是一个1979年的一个文献，那么这个1979年的一个文献，事实上这个发表之前在1956年。 在拉丁美洲的一个神经外科学术会议上，他们做过展示。那么这个手术，这就是一个最早我发现的一个文献。那么在这个文献之前，好像法国的一个医生也在做这样的一个手术。那么他的这个文献中报道有30例中有15例这样的手术做成。对。那个幻灯片没打开吧？ 打开了呀，我这儿没看见。看不见。啊。哎，我看，是啊。John? Yes, you're having problem sharing. Share? Yeah, I don't see share now. 现在能看见吗？ 没有。还没有？没有。 Okay, click the share button, click the screen. There you go. Yes. Okay. 好了。好了吧？好了。现在可以了啊，对。Very good. Okay. 因为这也是我前段时间和归义他们一起讨论过啊。 就是总结了关于脑支皱瘘手术，因为我最近看了好多的文献，把它总结成这么一个内容，咱们一起讨论一下。可能有些地方咱们就是我看到的一部分文献，可能不一定全面。然后一起对这个整个它这个病理生理和这个手术的机制，一起认识一下。那么它这个手术的历史，实际上这是我见到最早的一篇文献。 那么他是在1956年北拉丁美洲的一个神经外科会议上，讲过的这个文献。那么他的就是说，对于这个手术方法，对于尤其是中末期的脑外伤病人，就是一个比如说，通过三大生命体征不稳、呼吸也不稳的不好的这些病人，那么他用这样一个手术，来进行，就是说把尽快的最短的时间从颞侧进去以后，把颞叶、颞中回。 向上达到颞侧脑室颞角，这样的话就是在做一个环池的一个暴露，释放脑脊。那么它这个文献的改，尤其是对于一些年轻人有这样的机会，而且它有一部分病人还恢复了正常的功能。那么这就是它的一个手术的上面一个照片。那么它的这个手术倒是我看它是尽快的速度来解决这个大脑受压，尤其是脑疝病人。 颞叶沟回这些地方，因为它这样的话，切口也不大，而且直达颞底，然后把颞叶沟回，要切掉，还是侧到是颞角。那么这样的话，一个手术，那么倒是这个手术它主要也是释放脑脊，但是没有术后的引流。那么它这是这样的一个解压可以引起一个，首先一个机械的压迫，尤其把小脑门切除掉，海马回切掉以后。 那么再一个就是对于大脑角的一个解压，大脑角受压的时候也可以给它也是一种积极的解压，而且把这个脑脊环池的脑脊，因为
基底池环池，因为这个脑塞的时候，至少和顾主任讲的那个，这个大脑角，咱们从冠状位 CT 上看到一个扩大的 CPA 角啊。那么由于脑塞的时候，我们的脑结循环受到影响以后，就像个从这个意思就像个夜塞湖一样，就是我们把打开环池以后，把那些脑结也可以释放出来。那么再一个就是说，对于静脉和动脉，尤其是大脑后动脉的这些地方，可以进行一个解压，这样减少这个后期的脑的缺血啊，这样是达到一个解压的目的啊。原则上这种方法，我在术中最近也用过几个病人，事实上确实对于一部分病人，咱们颅压很高，咱们目前的常规的手术没有更好的办法的话，这是一个方法，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然后把颞，主要是把颞底要切掉以后，颞下回啊，切掉以后暴露环池释放脑结。那么有时候我们在术中释放脑结，感觉到里面很多很多的释放脑结可以释放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把术中对于一个颅压的控制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可以给我们一部分病人，现在我做过几个病人，他活下来了，至少啊，要不然咱们没有更好的办法。做过一个外伤的，还有一个脑出血的，还有几个动脉瘤的啊，当然还有一个脑梗的病人是，他是颅压很高，打开一个张力很高。首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把硬膜完全解开啊，解开以后就收拾不住，尤其颞侧啊，我觉得可以，尤其在咱们术中碰见急诊病人碰到这样的情况，术中可以尝试这个方法，可以解决一部分病人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达到咱们的目的啊。那么这个他在这个文献里刚开始以为这是做的，他想他觉得这个是他的一个原创啊，觉得这个方法做了那么一些手术，而且一些病人也恢复了功能，他觉得很满意。至少他觉得这个，后来他的一个同事说，这不是一个他首先做的一个手术啊，就是法国的一个神经外科之父。他在1936年就做过这样的手术。因此就是说这个对于我们外伤解压，包括急诊手术这些脑疝的这些解压，事实上在这就将近100年了，我一直在探索。他是这个是这就是最早的关于这个手术的做法，就是在1936年，就法国神经外科之父啊，他也是首先把颞叶切掉，把颞侧的那个压力解下来。这是一个1979年的关于动脉瘤术后的一个脑结的释放，它是一个基底池的引流和腰池引流。那么这个基底池和腰池有的是同时进行，有的是单从做一个基底池引流。那么这也是它取得很好的效果。因此啊，就是说这样好的效果，它认为第一个当然它日本的这本文献中讲到，它也要一定要把这个。内裂骨髓解开可以改善脑结循环啊，尤其是微粒子环周围的这个脑结的循环。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引流恢复我们脑结的这个生理状态和脑结的循环，那么再把血性脑结，尤其是颅底的这些脑结中血性血液。来进行清理，那么减少或者是治愈了这个手术后的一个血管痉挛，这样吧，就是说对于脑结尤其动脉瘤的这部分病人的预后是很好的。实际上我们在做到一些尤其是重的这些，尤其动脉瘤是的话，我们术后的颅压是很好的控制。那么这样术后颅压控制好的话，这个就有机会活下来。我们也做过很大的2、3、3大这个很重的中脉下腔出血很严重的这些病人啊，因此通过这些方法可以把病人救下来啊。那么这个文献就是咱们国内的1995年的一个中华创伤杂志上的一个文献，这是高丽达，是咱们华西医科大的一个教授，他这个文献中报道了一共是22例的病人，24小时内。开颅清除去做，而且他要把天幕切开，而且进行一个基底池的引流啊。那么手术以后，他要进行一个乳酸和红细胞的一个测定
了解它的变化。那么它的这个也是取得很好的一个效果。那么这样的话，这边文献他认为第一个基地质引流的作用，这个第一条首先有效的降低容量，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在这个基地质的引流的咱们的引流是非常的通畅啊，这样的话很好的控制术后的流量，那么缓解血管痉挛和减轻局部的酸中毒啊，因为引流完以后，咱们的血性脑积液会大量的出来啊，再一个就减少外伤性脑积水的发生，解除脑干的受压，因为我们的压力颅压下来以后，脑干的受压会得到缓解。再一个基底质引流可以比咱们脑室穿刺和多次腰穿要方便，因为咱们手术完了以后再敲切着放一个引流管，那么这样的话省得买贴，因为我们可以一般现在就是气贴吧，用气贴可以代替反复多次的腰穿来进行一个血性脑积水的引流，这是它的一个好处。那么在注意的问题，也是高丽达教授这个文章中讲的，一共有这么五条啊。时机就是因为咱们实际上这个我们现在做的都是急诊病人啊，那么这个基底质引流的话，你尽早进行，因为你如果是说到了4到10天的话，它的死亡率仍然会高，因为它事实上对于脑子的水肿，包括血管的痉挛已经开始启动以后，这个激烈的反应，这样的话就是说你时间完了，它这个效果可能要差一些。当然这个时限，你看日本的那个文献的话，它讲到大概10天。现在的话，这个高丽达教授的这个文献中，他认为就是以7天就行了。时间太长怕增加感染。那么这个目前和咱们包括尼泊尔教授安可的基本上差不多，我们现在基本上以1个礼拜为限。当然我像我的病人也有在8、9天，也有10天啊，也有少数的病人，因为到时候那个人的情况根据需要，也有8、9天10天左右但是一般的对于就是从我们做了这么一些病人，就是那个脑室引流对于感染的并发并没有增加他感染的机会当然这个脑支的高度，引流管脑支引流的管的高度吧，就是在额角的上10厘米左右。当然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引流上这个管子一定要注意它的引流的量因为这个管子引流起来是很通畅的，每天如果你不加控制，可能300、400、500都可以引流出来。因此上这个时候我们要根据它的引流量根据它的颅压来控制我们的引流量，不要引起引流的太多，引起的低颅压综合症再一个就是说，对于感染，我们要预防感染，务必操作当然，这是保持它的引流的通畅，这是最主要的。有几个我们的术中的病人，就是颅压上了60、70的时候，这个手术以后，有可能是这个脑组织损伤太厉害，这个引流管不通畅，那么这个引流脑子也出不来以后，这个病人的愈合会很差。再一篇文献就是关于 Epicherry 的这个2016年在世界神经外科杂志上写的这篇文献。那么这个文献应该是很全的很详细的关于这个脑外伤手术脑室造瘘的一个手术步骤和技术上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包括解剖，包括脑中解剖，还有一些机制方面进行一个详细的阐述。那么这个文献的总也是我们应该是做脑室造瘘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写的很全面的一个文献，我们抽时间可以一起仔细的看一下这是一个关于脑卒中就是那个脑梗脑梗病人以后他做这个就是不做去骨瓣就是说把这个基底池开放基底池开放，他的这个手术切口不大也是把颞叶切掉以后，颞脊切掉以后，到了基底池进行一个脑脊液的引流这样的话就是在骨瓣后回去省去再次颅骨成型，而且颅压是这个也控制得很好。因此这个因为从我们国内来讲，可能这样子手术做的不多因为而且是目前来讲和那个脑去骨瓣大面的去，尤其脑梗的病人，我们都有去骨瓣减压。因此就这样，国内的还没有见有人这样去做。那么这个文献是意大利的一个那个专家他们做的
这样的话就是四少，这也提供了一些思路。实际上如果这样能达到我们的目的的话，就是说不败又小，伤口又少啊，省去这个病人再做进行一次二次的颅骨成型。那么尤其是一些脑梗的病人，我们二次颅骨成型对于病人的尤其是脑梗侧的对侧的皮瓣的血供又是一次破坏，可能对他的大脑中的血供，然后有时候好不容易形成侧支循环了，咱们再做一次颅骨成型也有可能破坏，这是当然是咱们一个想法啊。那么它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手术从我们文献上可以看到，外伤、动脉瘤、脑梗，脑梗塞、虚骨外结这些手术都可以做啊。那么当然在我们术中，市场它是一个手术的理念啊，我们可以在包括肿瘤呀、颅底的这些手术呀，我们释放脑浆，然后脑的松弛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那么这样的话，减少对脑组织的牵拉，这是一个非常非手术中是有很好的帮助啊。对于我们有效的控制颅内压素肿的控制是非常有效。就是关于这个手术的一个机理啊，它的是怎么样去来达到我们的术中术后的目的？这是一个2012年对于我们神经系统的一个胶质淋巴循环的一个重大的发现啊。这样的话，有这个发现，可以对于这个手术做出一个可以从合理的一个解释啊。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对它的产生的效果、产生的原理，或者是这会有更深刻的一个认识。那么和我在一起照片这个Nandgaard 的这位教授，他是这个淋巴胶质淋巴循环的发现的。至少为我们神经科学的进一步的发展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啊。在这个文献中，因为胶质淋巴循环 （glymphatic） 在这篇文献之前就没有这么一个循环代谢系统，因此啊。glymphatic 这就是从2012年才开始也有这么一个新的词啊。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这个胶质淋巴循环系统，可以解释我们脑内很多的一些之前无法认识的一些没有想不通的一些问题啊。因为我们脑袋里面脑子代谢非常旺盛，好多的代谢产物怎么消除？那么通过这个胶质淋巴循环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解释啊，就是我们的脑子也从侧脑室出来，到了中门下腔，沿着动脉的血管周期，再和新型的胶质细胞静脉的血管周期进入血液循环，这方面的研究也非常热啊。我们国内也有好多的专家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我查了一下，大概国家自然基金，关于胶质淋巴循环，国家自然到目前来讲已经有13项，包括2019年的一项啊，就是说这块领域的研究是非常非常热的啊。那么这就是之前咱们都是在大鼠动物实验上看到的这么一些胶质淋巴和循环的现象。那么究竟在我们脑内有没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个是挪威的一个研究。教授在做的一个关于我们人脑的一个核磁的一个成像。那么它是这样，就是把我们的磁共的增强剂啊，肿瘤做肿瘤的增强的时候，这个作用剂打进去，从中门下腔打进去，腰穿打进去，然后不同的时段来进行一个成像啊。进行一个扫描，然后最后它打进去以后，你看红是2小时，绿到9小时啊，24小时啊。那也就是说，我们不同时段，它在我们的从颅底到脑室，再到那个静脉系统，这是我们人脑内的一个胶质淋巴循环。因此啊，就是说这个胶质淋巴循环从大鼠到我们人脑。
就是客观存在的，因此这个领域我们可以做很多的工作。那么，因为这个药是我不清楚，咱们国内的这个增强剂，正常的增强剂，好多的药都是通过进来给的，它就没有。我看到有五六种关于这个增强剂，它没有这个腰穿从鞘那个药的这么一个用法。因此就是说，要做这方面的科研，可能这块还是比较。 很大的一个一个受限吧，因为这个咱们国内这个药的说明书上没有这个通过鞘内根药的这么一个途径啊，因此上就是说有兴趣可以从这个方面去做一些研究啊。那么有了交感联盟循环的这个认识，我那么我们的脑机也就是有了从目前来讲它的循环是这样，就是我们测到是三到四到十到了。 也就是说，脑室系统，脑室系统出来以后，到了我们的脑池装不下腔。那么这个时候装不下腔，因为我们有，颅底的大的血管，然后是脑室的进行一个血管的直接的分支，直接进入脑室质。那么这个脑脊液到脑室质之间，它的这个动力，一个是血管的波动，再一个就是压力梯度。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脑脊液和脑室质之间，它的这个脑脊液的流向是双向的。 那么颈部和脑脊液和脑室质之间的代谢载物的这么一个交换和代谢，那么再沿着一个静脉的血管周期来进入血液循环。那么这目前来讲，就是我们对于一个脑脊液循环的这么一个认识啊。那么这样一来，就是说通过有这么一个对交感联盟循环的认识以后，那么我们这个艾特医生提出这个异位性脑水肿，我觉得应该是从道理上是非常相从逻辑上是相通的。 因为我们的外伤，它有动脉瘤，它有不同程度的装脉下腔出血。那么这个装脉下出血以后，我们装脉下腔的压力增高，可以沿着血管周期进入脑室质，这样的话就是引起的颅内压增高，引起的异位性脑水肿，也就是说从装脉下腔的水进入脑室质。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有这个理论做支撑的话，我们这脑室造瘘的时候，就是通过 开放颅底的装膜，开放颅底装膜释放脑脊液，达到一个降低装膜下腔压力，颅底脑室的压力。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早期进入脑室的脑水肿的这部分，可以把它引入出来。这是一个我们手术的一个机理和原理，因此在尤其是在急诊的病人时，这种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那么。 最近我看到一个关于，就是血管周期的一个从脑脊液，到总脑的这个循环是最有效的，或者是说它的这个通道是最丰富、最发达的。那么这个是一个英国的一个科学家做的关于就是狗的一个身上的一个实验。那么它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的也是从鞘内给的一个显影剂。 打进去以后，首先这是0分钟啊，50分钟、100分钟、150、200，不同的时段这个给狗做一个成像，有核磁的成像和一个 PET 成像。那么这样的话，他发现就是说我们的中脑，中脑是什么最先形成的？就是说整个通过鞘内根药以后，中脑这个地方这个核素的血像是非常多的。 也就是说，后来他进行一个微观的发现，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血管周期相对要比其他地方要宽一些。因此上就是说，这个地方在你看的50分钟是它的这个斜向和这个成斜影浓聚是最多的。那么这个时候，因此上就是说，看到这个文献以后，我就想起来。 那么咱们做脑室的引流，因为这个地方的它的循环更丰富，或者是说它优先走这儿进入脑内代谢。当然，它这个文献中提到的时候，该药呀，将来的就通过这个途径该药啊，就是终生就通过鞘内根药，这是一个。那么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地方引流，那么这样的话说明。 通过这个地方的引流，因为它这儿很实际上等于我可以这个地方引流，可以有效的、更快的、更有效的来降低的颅压，这是
从动物研究上对于这个我们这个地方做引流的一个 我认为可以作为它的一个基底吧啊。那么在这个是它的对于显影剂的一个浓度的测量，那么你看它这个中脑啊，这个实线是中脑的，中脑它这个浓度很高的，额叶是很低的，因此就是说我们的从鞘内打药进去以后到这个地方是浓度多啊，循环好啊，更容易进入脑髓。这是一个关于也是 NIDAGARD 的一个研究啊，这上面有没有哪里啊。那么就是关于一个生物标记物脑外伤生物标记物的一个研究。那么外伤以后，脑内也白马。就是也有 MRI 这些生物标记物，那么途径进入脑间循环，脑实质，从什么样的途径进入血液循环，最后通过这个研究以后，也是通过这个标准淋巴循环。这个实验有这么阿夸四水通道的敲除，那么。通过水通道敲除以后，那么这个胶质淋巴循环受到很大的抑制，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影响它这个生物标记物的一个清除啊。再一个就是脑质造瘘，整大师的一个脑质造瘘啊，这是也是一个抑制胶质淋巴循环的途径。再一个就是这个碳酸甘烷抑制剂，就是第三个这样的话，这也可以抑制它的第四个是一个睡眠，对于胶质，一个是 S100β， 再一个 GFAP， 再一个 RSE 啊。那么就是说，通过抑制胶质淋巴循环，可以抑制这些生物标记物到血液中。那么这是一个对照组。那么这是一个脑质造瘘啊，这是一个碳酸甘烷抑制剂啊，就是阿夸四的敲除，再是睡眠的帮助啊，这是三个代表生物标记物，就是抑制以后在血液中测到的浓度啊。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的通过这些方法可以减少这些生物标记物在血液中的浓度。这是一个也是那个文章，就是脑梗脑髓中的一个机理方面的探索啊。他这个文章中事实上对我们脑梗以后产生的脑髓中进行一个脑疝，还有一个我们做一些治疗方面，可能将来会随着他的这个文章的发表而产生一些变化。那么他的基本的这个文章当中。脑梗基本大概的是这样讲的，就是说脑梗以后它的这个血管周系的空间要扩大，因为脑梗以后血管收缩，通过一些电活动还有一些血管的引起它的好多的因素引起它的血管的收缩，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血管周系的要扩大以后，等于是这个脑梗塞的区域处于一个咱们脑界容易进入的这么一个地方，我理解就是说处于一个低压的地方啊，因为血管周期扩大以后，你们其他地方的这个脑界更容易进入这个区域，这样的话就是说大量的脑界通过扩大的血管周期来进入这个脑梗的区域引起的脑水肿，这是因此上就是说这样一来讲，我们做脑质造瘘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可以通过呢脑质造瘘来减轻这个脑界的压力，可以减轻这样的一个水肿。因此前面就是关于脑梗的这个脑质造瘘，它用小骨穿或骨瓣复位，从这个道理上也是合理的，这样子可以我们把脑间引流出来，那么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个脑水肿啊，这样也是可以的啊。这是它的一个动画，就是说前面这个后面这个血管很细了，这个蓝色的就是血管周期啊，这是它的一个动画啊，因此就是说
通过这样的途径，我们把脑积液的引流出来，可以降低他的压力，可以减轻他的脑水肿啊。那么这是一个关于去骨斑减压以后，也是奈奈嘎的研究，就是去骨斑减压以后对于我们胶质淋巴循环的影响，对于我们脑功能的影响，这也是一个大鼠的一个动物实验。这个实验也是很有意思，和我们临床中的一个去骨斑减压的一个激励是很相似的。因为最近我看到好多的文就是关于胶质淋巴循环的研究，和咱们临床上的这些好多的一些临床上碰到的一些问题相吻合。事实上，这就是从动物研究方面探索胶质淋巴循环，就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些干预对于它胶质淋巴循环的一个影响啊。那么它的去骨斑减压就是开颅去了一部分一个小骨头以后，那么可以降低我们冠动脉的搏动啊，而且是这个是一个就是冠动脉、深动脉和那个静脉都不受影响，表面的动脉也不受影响，它是而且是通侧和对侧都不受影响，也就是我们一侧的开颅会降低两侧的冠动脉，因为咱们的脑的动脉是通过中脉下桥来和一些的脑室的穿进去的，我们把这些动脉就是穿动脉。那么通过去骨斑减压以后，我们两侧的穿动脉的波动都会下降，那么这样的话引起它的胶质循环的，说它会引起，那么这样的话，它尤其是深部啊，深部的这些组织。啊，有些病人，比如说，皮层像海马啊，这是两个，去骨斑减压以后的一个对症啊，引起一下，尤其是对于深部经过的这个，胶质淋巴循环的影响更大一些啊。因此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开颅以后，对于病人的一些认知呀，当然。但这方面我们临床中也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些观察，就是我们去骨斑减压以后对于病人的一些认知方面的一些影响啊，或者是我们骨斑后以后对于这些病人的一些认知方面的改善，都可以做这样的去问题啊。那么它去骨斑减压以后对于这个动物的一个那八天它的一个脑积液的那胶质淋巴循环的影响而且都是和我们这个东西对于它的胶质淋巴循环是两三十就Okay, we've had a temporary disruption, I think. Okay. Okay.、Mm-hmm. Go ahead. Okay.、Mm-hmm. 也就是说去骨斑减压以后我们对它的胶质淋巴循环如果成型与否都会。Excuse me, Wang, you're not on your PowerPoint now. Do you want to reshare your PowerPoint, please? Share again.Yeah. We can edit this out. Okay. Yes. Okay. Your screen share. Okay. 也就是我们开颅以后对于胶质淋巴循环的影响要持续一个月左右。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设计一个我们开颅以后的一个颅骨成型的时间。现在美国他们有的专家就是 Chestnut 他们做颅骨成型的时间要有的提前到两周，有的提前到一个月啊，
目前像我们的总成基本上就是三个月左右，做颅骨成型。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颅骨成型的早，对于病人的是有帮助的，对于他的认知。从这个，当然这个也是个动物研究，动物实验。那么我们这个颅骨成型也可以做一些早期的这个颅骨成型，再做一些这些研究。当然从这个动物实验来讲，它对于一个我们颅骨成型对于九指淋巴循环的影响来说，就要维持28天，可能影响不大啊。就是说，那么再次说，它对九指淋巴循环影响这个星形细胞的激活啊，星形细胞激活它对于它九指纤维栓性蛋白的影响啊，而且这个也是两侧的，双侧的。通侧和对侧都会受到影响。那么这个对于九指星形细胞的激活吧，它会影响，随着它的我们的颅骨成型，可以把这个要提前啊。如果不做颅骨成型的话，我们影响28天。那么做颅骨成型可以21天啊。这样的话，就是颅骨成型对于这个星形细胞的激活会有帮助，就是我们恢复它的这个功能。那么还有一个小九指细胞的激活啊。那么这些激活以后都是对神经系统产生炎症，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会影响他的认知。那么这样一个同样也是早期的颅骨成型，我们可以把这个曲线向前移啊。这是一个对于一个动物功能的一个测定，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啊来做进行一个，我们做颅骨成型以后，对于它的动物的一个是旋转，一个是对于像些物体的认知啊，这个对于多大数的，因此这个颅骨成型以后，这个曲线啊提前，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对于它的认知的功能会有改善啊，这是它的一个动物实验，对于去骨埋检验以后，对于一个交流淋巴循环和动物认知的功能影响。事实上这块我们也是在临床中也注意到，有些病人去骨埋检验如果不做颅骨成型的话，他的认知功能会越来越差啊，有因此上就是说，现在有的一些地方可能就是说，因为病人也年龄也不小了，如果去骨埋检验，尤其是这个高血压脑出血去骨埋检验以后，一年两年一直就不做颅骨成型，这样的话，事实上对他的认知功能是有损害的啊。这样的话，就是因此上现在第一个我们颅骨成型应该做，再一个就是我们应该主张早点做。当然，这个离咱们指南的制定和这个指南的修改和这个。将来的需要大量的研究啊，这个图是一个关于我们血管镜子脑室质的一个解剖啊，一个解剖的模式图。那么这个图是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我们血管的直接的分支，直接和镜子脑室质和脑室质的直接的交换啊。那么这一层是硬膜啊，这个左膜，这个左膜下腔啊，左膜下腔。我们的动脉都在这左膜下腔，那头有大量的脑脊液啊，这是一个血管周期啊。那么到了直接的分支，到了小动脉这儿啊，这是平滑肌啊。那么这再到毛细血管这个层面，我们有星形细胞有大量的水通道。那么在这个层面上，这个我们的胶质细胞代谢产生的产物和我们的脑脊液进行交换。那么这是一个模式图，关于我们九指淋巴循环的一个进出脑，我们脑室质的一个模式图。那么从这个外面的这一层蓝色的，这是软膜，那么 TA 这是我们的外膜，血管的外膜 ，TM 是中膜啊，这是我们的小动脉的血管腔，那么。从这个下来，这就是到了毛细血管。那么我们的软膜要一直从这个外膜消失掉以后，软膜沿着中膜一直要进入到这个胶质结膜啊。那么到了毛细血管这个层面，那么这个上面有大量的水通道啊，我们的脑组织代谢在这个层面。和它进行一个交换，那么这是我们脑脊液的一个进入的途径，这是我们脑脊液代谢产物出来的途径，因为咱们脑脊液进出沿着血管周期是双向循环，那么从这个图上我们看到，
这是我们微观的一个脑脊液代谢啊，就是我们的脑脊液进去，还有可以脑组织结液啊，脑组织结液出来的这么一个模式图啊。那么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更清晰的看懂脑脊液的进去途径和我们脑脊液代谢产物出来的这么一个通路啊，血管周期啊。那么这是一个放大的一个微循环的个图。那么就是说我们外伤脑脊液外伤包括脑梗坏引起这些血管周期，脑袋里面比如说产生好多的血液里面抗原系统到了那个血管周期啊，引起一些免疫复活的沉积，这样的话就是说对于这个胶质淋巴循环受到一些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我们琢磨一下出血以后这些血管周期会产生很多的这些大分子东西阻止它的这个脑脊液的循环。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解释我们一些比如说外伤以后的脑积水，可以外伤还有琢磨下腔出血的一些脑积水啊，就是说整个影响了我们脑脊液循环的那个代谢系统。因此啊，从这个角度来讲，从这个胶质淋巴循环和血管周期，我们的脑脊液的这些血管周期的代谢，包括这些产物的沉积，还有一些老年人的那个贝塔淀粉蛋白在血管壁上的沉积，引起一些认知功能下降。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从这个循环系统，我们可以从机理上可以得到更清楚的一个解释啊。那么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模式图，这是胶质，这是我们的胶质建模啊。那么这是一个血管周期啊，这个血管周期里面进行循环的我们脑脊液以及其中的一些小分子、大分子物质。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地方堵塞了以后，我们这个途径的脑脊液循环受到很多的影响。因此，这是这个从这个微循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血管周期对于我们的好多的一些病人，尤其是琢磨下出血的外伤这些病人，后期脑脊液循环的一个清楚的一个认识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对于疾病的认识到治疗和包括这个手术，我们做这个手术进行脑脊液引流对它的一些好处和帮助，我是从文献上，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动物的研究，从文献上来进行这么一个综合分析啊。我讲的内容就是到这儿啊，接下来咱们一起讨论一下，我们想关于对于这个。的认识啊。OK， 讲。I'm sorry. Very good. Excellent. OK,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I'd like to invite the Chinese neurosurgery community to give presentations every Saturday at 7:30. You may have started something, Wang.And thank you very much. Mm-hmm. And for about 10 years. And I think basically this technology, this technique is the CSF drainage. And we're using a microscopic technique to open the basal cisterns. And, widely, and then put drain in the basal cisterns, and then drain the CSF for about 5 to 7 days, and it is a very useful technique, and it can decrease the intracranial pressure.Then like mannitol medicines. So, but I think we need to do some RCT research multi-center and to make this technique spread widely.Okay, very good. And does anybody else have some comments? It can be in Chinese if you'd like. Sunil, do you have any comments?
looked at it, but like I want to ask something, but I don't know how to ask in Chinese. Maybe so now, so speak Chinese. Go ahead, speak Chinese if you want to speak. Speak Chinese. So now, so speak Chinese. 我的中文还不好，我不能跟你说。 I'm asking like you keep the tube for 5 to 7 days, right? Yes. Post-operative. Yeah. So what is the rate of infection? The rate of what? Infection. Yeah, infection. Oh, okay, I see. Infection rates, right? Right. Yeah. So, frankly, I didn't. It's not high because I'm very cautious to prevent the 感染. Yes. 我不知道这个英文怎么说，就是用，我基本上隔天换药，用碘伏的杀菌去。我明白这个，你用这个碘伏这个，这个您这个每天这个用碘伏吗？隔天。 隔天，对，就是两天换一次药。但是您做了这个手术这个7年，然后这个您没有交这个大概有这个感染多少？我觉得大概在1%-2%左右，因为我没有精确统计过，我大概在1%-2%。 Okay. Other comments, please, or questions from the panelists in English or Chinese? Miao. Miao, 在不在？在，能听到吗，师兄？哎，好，那听到。 对，那个我也听过您讲过很多次，也去那个手术室学习过您做这个手术，还有结合我平常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技术，非常好的技术，可能以前就是从你刚才讲的换灯里面，人们呢有意识无意识的也在做这个桥切石的开放，机体石的开放，但是没有把它上升到理论的这种认识的这种高度。 然后你现在把这个技术，把这个理论不断给我们这个强化，然后提高对这方面的认识，然后所以我做这个外伤相对少一点，做动脉瘤多一点。然后现在呢，我就会做动脉瘤，我就会有意就最近，我就有意的在这个第二、第三节气要把这个桥切石的血要清到能看见这个基底动脉。然后其实。 这个技术呢，我看那个日本那个上山博康的那个书里面，就是他在里面也强调了这个对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这个清理，他会打这个尿激酶，就是用尿激酶溶解在这个野水里面，然后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就在冲洗，所以我在想这个动脉瘤手术或者外伤手术吧。 外伤手术可能不会被改变什么，但是动脉瘤手术现在越来越少被介入替代。那么我就在思考，你开颅手术能给它带来什么东西会获益更多一点？就是要结合你这个认识，可能我觉得动脉瘤的夹壁可能相对容易一些，而对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血肿的清除，可能就成为这个手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 所以我也会，我现在也开始尝试用这种尿激酶，然后给它灌洗冲洗，然后你看我上次做那个手术，术前它那个血肿很多，但是做完手术以后，基本上所有的这个基底池的血肿就少了很多。然后关于这个术后这个感染的问题，这也是个双刃剑。
就是如果引流时间过长，它确实肯定是会增加这种感染的几率。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怎么能减少这个引流的这个持续的时间。我们现在一般就是以前都是一般24小时就拔管啊，现在可能我最多留也就是不会，也就是3天，我不会就是你们虽然经验更多，5天7天，那样的话就是给咱们管理病人会增加很多的工作量，你得老给他换药呀，老担心他的高度呀，因为我出现过几例这种低颅压综合征，这种反常性脑疝，所以对这种病人的这种术后的时间的管理、引流量啊，就需要严格的控制。所以呢，我就会在手术的过程中会尽可能的清除他的血肿。然后我在想，可以把这个状上下腔的出血呢分解成两部分，一个就是他颅内的部分，颅内的部分可能通过颅脑手术啊，因为他的血主要就是在威利斯环周围，所以说这个是咱们手术呢能够相对容易到达的这个地方，可以尽可能给它清除。然后另一部分呢，它就在其实到在脊髓的主动脉下腔，那么这部分可以术后腰穿呀、啊、或者什么，这血量就会减少很多。就是我觉得就是它血出血以后，它血就这么多，你清除的越多，它就会这个你需要那个清术后需要再做的工作会少一点。然后你这个如果要放上这个引流池呢，肯定要比这个腰穿的作用要更快一点，因为你这个刚才讲了一天能引流200，腰穿一次我们就即使一天做两次也最多也就是60-70毫升，所以说这个肯定没有你这个扩清的速度更快啊，就是我的一点认识。但是我觉得这个主动脉下腔血如果它不是特别多的话，就是合理应用，就是在调控这个术后引流的时间和这个就是和这个放管的时间，的这个和感染直接找一个平衡吧，就是我的一点想法。明白。这个实际上从我的体会感觉到，对于动脉瘤，尤其是重型的这些，4-5G的这些病人，到包括一些脑疝的病人和大量的主动脉下出血，那么经过我们加闭动脉瘤以后呢，进行一个脑室的引流，实际上这个时间上你可以观察一下你的感染率，这样的话一般放个一个礼拜，你看那个赵高丽打的那个什么文章上，他6.5天就是要扩清这个血性脑积液，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时间短了的以后，当然是你引流了3天也可以能引流一些脑积液，但是说对于他的血性脑积液的彻底的清除，可能还时间不到。那么大概一般一个礼拜，从这么的好多的文献上讲，大概一个礼拜相对来讲也是，从我的经验上就是没有增加明显的感染，就是不会，当然这是咱们一个术后的管理的问题，一般的话对于感染来讲我们没有感觉到明显，因为他脑室的引流有明显的增多，因为我们是因为有一个病人是出现过术后的外伤，他是一个那个是感染最后没治过来。那么他这个感染是什么原因？就是说他在下面做过一个清创缝合，清创缝合上来以后到了我们这病房里加重以后，我们又开的刀。那么这个时候第一次的清创缝合非常不好，因为到皮下的树脂呀这些东西还在，我们隔了2-3天去做手术还在。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做完手术也做了个脑室造瘘，那么后来这个病人就因为感染以后，包括他的那个头皮也是就最后伤口没长住，也一直在换药。那么这个病人最后感染死于就是一个感染，一个比较重的感染。那么这是一个病人。那么平常的病人就是没有说明显的说因为这个脑室的引流来增加的感染的发生率。因此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统计吧，就是这样的病人，一般从我的感觉放一个礼拜左右应该是安全的，或者是你放了5天到7天之间。也是可以的，因为这放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对于病人的，尤其是实际上就是减少他的继发性脑损伤，还有一个血管痉挛，包括我们脑积液、血性脑积液排出一些有害的一些代谢产物，这样是对病人的这个预后，包括继发性脑损伤是有改善的。从我的这种感觉是这样子的。对对对。其实就是这个引流的时间长短啊，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4级5级，
它这其实应该是分类的，就是这个管它出血量多的少的二三级的，后来它的分级三级的，你可能短时间的引流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如果像这种时间长的四五级的，它颅内压很高的，放的时间长一点，如果要注意这个局部的伤口的换药观察，感染率应该也是可以控制的啊。但是时间长了，这个管子确实会有问题。我有一个病人是一个真菌性脑隐球菌脑膜炎，这个引流管放了35天，因为脑室特别小，然后这个所以就不能再次，咱们以前这个老师文献上这么就是指南或者怎么，就是说定期的更换这个穿刺引流的通道，就是7天要再钻一个孔，然后这个病人就不能做这个事情，然后我就会隔一天，就是刚才郭老师说的这个办法，隔一天我会把他头发全给他刮一遍，然后他那个口啊，周围的皮肤就已经被那个脑结呀，时间长他就会烂，卸头他就会松，这些都有关系，还得经常给他重新这个消毒啊，再缝合呀，固定呀，其实就是对于这个管理，如果你要认真的话，他都是有关系的，并不是说这个管子它本身是问题，是咱们一个管理的问题也有相关性。嗯，对。Okay, more comments in Chinese or English? And okay, well, I'd like to go ahead. Go ahead. 那个我再问一个问题，师兄，这个最近你做这个，我看你刚才说那个脑梗的病人血管周期增加，血管周期增加的那个增宽以后，他那个下面他的那个水肿，血管周期里面的水会增多吗？对，就是这样。他讲的这个那个文章你看了没有？就是最近就是2020年的 Science 发表的，也是 Nedgar 做的这个实验。做的一个对于脑梗的水肿的认识，完了我再给你发过去，因为它那个文章很长，它是有分不同的部，对于这个脑梗以后的脑水肿的一个认识，这样的话和我们之前的这种认识有一些差别。它就是说这个脑梗塞以后，这个血管收缩，当然血管收缩的有好多机理去极化呀什么这些啊，那么这样血管周系扩大，那么扩大以后等于是。脑梗的这个区域，你比如说当大面的当中动脉闭塞梗的这个区域的一个血管周期扩大，等于是这个我的理解啊，这个区域成了个低压的区域，那么咱们的好多的脑结就往这儿走，那么这要是它的那个对脑水肿的一个吧，对，那你是这个地方，它并不是一种血管源性的这种通道性的增加的渗出。对吧，它不是这种不是它是等于是从你的血管周系进去的脑结多了，它是这么一个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是一种物理的机制，对吧？那物理的机制。物理的机制。那么你这个手术对他来说就应该要效果要更好一点。啊，这样的话，但是脑结的总量嘛。对吧，你不管怎么样，反正把它脑结引出去了，它可能会更少的。进入到这个区域，因为我是看见这就是这脑梗这块做脑室造瘘的不多，我的这个幻灯片上的那个文献是一个意大利医生，我看见他也是几十例，做你看他的切口也很小，而且也不做一些去骨外检啊，那么就是做一个脑室的引流，那么这样同样也能达到的目的，那么这就是一些思路吧，就是做脑梗啊，一些思路。当然这些东西能最后离咱们共识达到专家的共识还也许很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因为这个过程也目前来讲还不是一个公认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手术，可以在一些病人咱们在有这些思路和理念以后可以在这做一些尝试和探索，我觉得是可以，就是这个很大胆嘛，不做去骨关节啊，大面积脑梗，对吧，就这就是看特殊的病人，你的关系特殊的病人，你心里有数的时候不要做了，你心里没数的时候还继续跟人家做一个去骨外检啊，就行，因为你两个手术一做，你毕竟这个就不能说什么问题了，很难解释，对吧，两个手术都做了以后，你又做去骨关节啊，又做脑室引流，对吧，它是协同作用还是是吧，很难讲。这就是说你做了去骨关节，再做的引流，有时容易发生一些低颅压的这些情况。
国义，你做的那个脑出血了，在做脑梗的病人了没有？脑梗的不多，因为我们这儿现在大面积脑梗的，这一年也碰不到几个。我如果要做的话，如果是我要做，我都开放。就是现在，因为我们这儿外伤的还是很少，基本上就是。你开放完以后，进行一个那个骨头了，也去掉了，是吧？对对对对。对，骨瓣去掉了，嗯。大面积脑梗。因为现在这个情况，对于我们来讲，你要做这样的手术，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因为你不去骨瓣再做引流，当然是可能能达到目的，但是说和我们的主流这个治疗方法呢还是有些冲突吧。你要去骨瓣，咱们不去骨瓣，但是安全送流了也可以，如果一旦有问题还是比较麻烦。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之前这个我忘了什么时候看过一个文献，就是说你开放这个蛛网膜下腔，打开以后会造成这个脑脊液在蛛网膜外的一种集聚，会形成硬膜下的这种积液的几率就会增加。所以现在很多人做完手术以后，我看日本人啊，主要是日本人做这个工作多，做完以后要做蛛网膜成型术，脑室成型，要把这个侧裂要再缝住，要再关住，很有意思。他们说这个就是对抗这种争议，就说介入说什么你这样不好，会增加这种发生几率。当然我也没有。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文献确实有这么写，所以我看过他们做这个手术，甚至拿那个生物蛋白胶把这个蛛网膜再粘回去，重新封闭。实际上，这种自然的这种脑池的这种不同的脑池之间有一个压力梯度，或者他们是怎么构成的？我不知道您研究过这方，关注过这方面。这个也是我去年看到一个关于。硬膜下积液和脑积水，就是说实际上它是影响了咱们脑积液代谢的微循环，就是我的幻灯片最后这两张上微循环影响了微循环，实际上咱们脑内的微循环的受影响以后，整个这个脑积液，你比如说形成一个免疫负荷啊，影响这个胶质淋巴循环的代谢，那么尤其是大量的琢磨下出血，这样的话整个它的微循环受影响以后，首先表现是硬膜下积液，就是说我们的好多的，然后硬膜下积液再发展下去就是脑积水，这是一个，当然这个是也我记得咱们群里发过一个这样一个文章，我完了再给你，他是说这就是微循环受到影响以后，我们首先是硬膜下积液，那么硬膜下积液再发展下去，那么就是脑积水，当然就是说这个微循环受影响的程度不同，可能对于这个硬膜下积液到最后能不能发展脑积水这样一个。程度可能也不一定都能发展成脑积水，那么实际上就是从这个通路上来讲，我们的微循环这个通路不太通畅，那么这样我们的脑积液的循环不太通畅，那么这样的硬膜下积液。至于说这个蛛网膜它是一个中胚层结构，事实上蛛网膜以后我们打开以后，你比如说切贴引流完拔了管子以后，它很快又生长起来了。我关注了这个东西，蛛网膜的生长力是很强的。你咱们术中看到动脉那个蛛网膜下出血以后，很多的蛛网膜粘得很厉害。也就是说，就是对于这个，当然封这个蛛网膜对它的这个循环有没有帮助，或者是你破坏了以后对它这个后期的影响，当然咱们也没有可以说没有一个认识吧。当然，如果说你封回去的话，可能对它的循环是有帮助。至少他我看那个文献讲的核心的问题是对他的那个微循环的破坏，对吧？微循环的破坏以后，也这个脑积液代谢的下降。对对对，这就是脑积液的循环这个认识可能就需要一个，对吧？很多这种疾病就是脑积水相关的，可能就是对它循环通路的这种认识，咱们现在的研究还不透彻。嗯啊，可能就李小勇老搞什么脑积液科，不知道他搞什么，但是可能他不是有大有文章可做，哦，实际上是不是也是科学的道路去做，那就不知道了，嗯，是吧？刘源，刘源在不在？哎，在呢，师兄。哎，能听见吗？师兄。那个听你和郭老师都讲了好多次，就是这个脑池造瘘这个，你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一项技术，但是这个技术呢，就是现在就目前咱们国内这种情况呢，就是说，
脑外伤这块主要是基层医院做的比较多，就大一点三甲医院啊这种机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一些。就王师兄那块可能还稍微有点就苗主任在那儿有一多吗？苗主任那儿，我外伤，我一年应该是个位数，我很少，是吧？我就觉得，所以说做这个手术呀，对，所以做这个手术，动脉瘤也越来越少了，是，的确，就是这个技术吧，对，因为这个技术吧，还涉及到一个颅底的一些基本的这个技术，所以说。单纯从这个技术普及的这个角度来讲，它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我说我就想提一个问哈，就是说王师兄和郭老师，就是这种的，就是说有没有咱们做一个，就把它这个 LAP 这个更简化一下。因为我看过他那篇文章，他那个文章也是磨前双凸呀这些的，就是Balance 这些技术啊，基本上就都用上了，也算是。然后像这种的话，是不是对于这基层普及相对来说难度比较大一些？这种的话有没有就你们想过说把这个，如果要是说做一个大范围的普及的话，它是不是需要一个更加简化的一个步骤，或者是用其他的入路代替一下，让它变得更加简单一些？郭主任，你给他回答一下。郭主任，我说一下因为我的理解啊，就是说我做了。从一零年吧，从一零年开始，然后做到现在，外伤的、脑出血的、动脉瘤的，都我都在应用。然后我感觉其实，他强调的是颅底入路，然后包括 Dolancy 入路，然后还有磨除前后床突，但是我感觉绝大多数的病人里边是不需要的，然后基本上就是把整个基底脑池，视交叉池，然后第二间隙、第三间隙，打开立体窥锁门打开就足够了。然后把基底池的这个血块清掉，然后那么有在不同的病种里边有一些差别吧，有一些区别，就是像，动脉瘤的状脉下腔出血和创伤的状脉下腔出血。相比较的话，动脉瘤性的动脉下腔出血，它的基底池的这个血块是非常硬的，不像外伤的可能很容易，你打开基底池，脑积液就很流得很通畅。但是动脉瘤性的动脉下腔出血，打开如果时间长一点或者血多点的话，那么打开基底池，这个血块是有的时候脑积液是很难放出来的。所以经常得需要去做中脘造瘘，或者是把这个块清的比较彻底一点，才有脑积液的往外走。所以，但是我觉得真正像磨前床突或者后床突，然后做到各种复杂的颅底入路，其实我觉得对于常规创伤病人必要性并不是太大。刘源，我觉得这个就是说。IP 医生写那个文献的话，他有可能要面面俱到，要写的全面一些。那么从我们外伤和动脉瘤的这个角度来用这个手术的话，一般的标准的一叠入路基本上够了。那么当然有些病人后穿度很高的话，有时候你要剪立体窥什么有可能有一定的困难。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你可以通过的其他的途径啊，通过更多释放脑积液，把它的空间扩大以后也是可以达到的。原则上就是说，前穿突呀、后穿突，一般情况是不需要去磨除。这样的话，这个手术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用你要去大骨瓣，那大骨瓣入路啊、如果是说不去大骨瓣，我们标准的一节入路，把骶骨肌磨好，那么基本上都能满足咱们一般的这个需要。那么这个手术吧，就是说，现在世界上也越来越多的人在做。去年我在巴基斯坦开会去以后，那个。他们那个地方主任就是说，这个手术从他，因为他是科主任，他不可能半夜三更来做外伤。那么他是做什么地方？就是做主要我们解开的这部分是他做，他剩下的，住院医啊、第一年制的医生去做一个外伤的清除。那么是，也就是他对这个认识说，那么这可以作为动脉瘤血管病的一个入门的手术啊。做完以后，脑子造了以后，你再做动脉瘤，可能这样更好一些。他这个说，哎，这个以后这个住院医培训，首先第一步做
脑出造了，外伤脑出造了，然后再做一个动脉的加臂手术，当然包括颅底啊这些，我觉得他这个建议也是很好的。杨次长就是说这个手术啊，可以都要简化一下，这个就相对容易掌握了。嗯嗯嗯，的确。我这说话清楚吗，王师兄？好像可以可以。啊，那师兄，我看那个他们有那个做那个，就是说他们做这个，我看有做那个记忆动脉瘤，他们有的不是之前 Andolens 那个，他是从那个额眶全，然后磨前窗突后窗突，然后做到那儿，然后现在我刚才听他们说是就是听那个那另外一个会，他们说这个颞下这个暴露的范围更好一些。然后要是说这块也是同样就是这个脑池造瘘这个技术，就是说你认为这个颞下这块和这个打开这几个膜各有什么，就颞下入颅这块更好到达一些，还是说这个额眶全这块呢？你认为那个刘源那个鸡对那个我是初学者啊，我给你说说我的感受，咱俩差不多。那个我做一点做的比较多，很厉害了，还差不多，谦虚了，太谦虚了，就是。哦，我给你比较一下啊，做颞下，你要这个颞下需要的技术，就是需要你的显微功夫要更高，方向感要更强。我第一次找啊，我就没有找见这个。你是硬膜下还是硬膜外入的？我肯定做硬膜下，你做这种手术不可能去搞硬膜外，你外伤手术你把这个而且 Dolens 那些技术对这个啊也我觉得也不合适，你把前床都给它磨掉，你在基层医院或者怎么样，他对前床都就认识不够，对不对？磨的进了把视神经损伤了，磨的把那个进了蝶窦了，这种情况很多、啊，你这。我觉得这些都没有必要。然后唯一一个可能有点影响的，我觉得是后床突稍微高一点的，特别大的，那么你可能就得从第二节气或者第三节气，或者你不想对视神经有影响，你就拉这个颈内动脉，颈内动脉这种要很强，你左尤其是你从第三节气往内侧推的时候，能暴露的很好。然后莉莉奎斯的膜解开的范围呢，一般就从一侧的动眼神经一直到对侧动眼神经，你这样全程解开。郭老师刚才说的那个，这两个出血有差别，确实这样。那个外伤的出血它就比较稀，它这种脑积液是涌出来的，哗一下就血，那是血性脑积液。而那个动脉瘤那就是血块，如果你要搞不好啊，那个血块如果这个吸引器上没有手感，你会把那个静脉给它吸断。我有一次第一次的时候，我放那个引流管进去，就把我不知道是桥斜池一个什么静脉，那出血那就肯定你就感到很可怕。所以我觉得这个吸引器在动脉瘤的这种血块的吸取还是比较难，有时候你辨别那个就是动脉和蛛网膜锁条都很难，你就不知道它是垂体上动脉呢还是什么东西，所以这是一个。这一个就是刚才，但是那个中板造瘘对这个有帮助。你一放脑界如果松弛了，空间大一点的话，你慢慢反复的冲水，慢慢你就顶到把那个信息顶到后床突上，你那样越贴的后床突近，它周围越安全，它不会有血管啊什么的。我感觉啊，颞下入，首先你磨那个就是那个就颧弓根部的那个。师兄，你那个颞下入路是在头端做的还是说在侧面？侧面，你要。侧面你是做就是做就是小脑膜侧不是是我知道侧后位，就是你在病人的头端还是说在他的耳后？颞下入颅只能在头端啊，你不可能到耳后，然后成乙状都厚了嘛，对吧？不，你不他们也得对，是颞下入颅，他们也有内耳做的啊，就头端是吧？就是经典的那个颞下那种。我不知道耳后怎么做，对啊，就颞下，不管是。颞下也浅，还是那种做咱们以前的那种，不管是那个小问号啊或者马蹄形啊，你都得，因为你得抬颞底嘛，你肯定得头它尽量往地面，头顶要尽量往地面垂一点。
然后我觉得那个外伤的病人，你可以把这个颞下要切除一点，吸除一点，吸除一点就吸出一条道来，就是你要硬啊，就是直接搬的话，我有一次就发现这个静脉啊，你就不知道哪个静脉，颞底的静脉又出血，很被动。那你又得压，你唯一的办法就把它放回去，它就不出，一抬它就出。所以后来如果是外伤的，肿着特别厉害的，吸出一点，吸出一条道，然后进去，然后找见这个蛛网膜以后，你下压小脑膜，把小脑膜往下压，它撑开的就有角度，然后解刀再解个口再撑。但是它这种脑脊液不如那个基底池，就是不如从一点入入那种放的脑脊液多，它这个。反正我觉得是有些，而且你把那个引流管插进去以后，插进去以后你不好固定，你就直接在中脑的外侧面嘛。我觉得还是，哎，是不是他这个引流的不太好，是不是跟他的头位有关系啊？就比如说上边这个压力是不是高点，还是哎，按道理不是啊，因为这个低嘛，咱们颞下这块应该低一点嘛。不好固定，我那个管啊，大概留了两天就术中那个体位。啊，术中那个体位应该这个都在高位是吧？都在高位应该。哎呀，跟这个没关系，我觉得你引量有关系吧，还是你这个打开环池，它环池我也不知道，可能那个血呀、啊、在那个桥斜池比较多吧，集中的多，然后环池它相对来说里面都是血管嘛，它那个可能把这些血块啊都拦截起来了，然后脑脊液。得很耐心，慢慢慢慢慢慢，一般我会顺着再往前走，然后顺着这个动眼神经呀、啊、后交通动脉呀、啊、脉络膜前动脉呀、啊，其实最终还是到了颈内动脉的外侧这个角度。我有这个撇子，改天我给你打开，给你发几张图，你看一下。好的。就是说，觉得这个要难，这个要难。嗯，明白吗？就是说以后咱们周末有时间可以预先约些题目，咱们一起讨论一下。哦，好的，师兄。嗯，对，实际上就是明白吗？你看到的那个专门下腔出血打尿静脉的日本人他们做的这个手术，这个文献我也看过。那么就是说有些病人这个血粘块就是咱们术中吸的时候比较困难认，而且又难处理。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这部分病人更适合。术后的尿静脉的冲洗关系，对对对，啊、哦，因为他们那种，我记得见那个文献上，他的脚是连续的，他有时候从这个地方有个入路，不断的，就像咱们那个不断的滴，然后让他这样灌洗，可能尽快的能把这个血对，这要求咱们止血的功夫得很好，你不能有一点出血，有一点出血它会处理你，就不容易拧。就是你得把它各个界面处理得很好，我觉得是需要慢慢体会吧，师兄。而且这个量呀，打多少，怎么配，对吧？嗯，对，是的，还跟血肿腔的不同。童主任在吧？童主任，总结一下。哎，师兄，你觉得面下？你刚才我没说，你觉得是怎么样？我因为我习惯了做还是做那个什么呢？做将一点做的多一些吧，颞下没做过，因为这、哎、有一次你跟我讲了，我就跟你学的，你告诉我说是从颞下切个小口，然后啊，你是说那个外伤那个吧？对对对。啊，这个吧，这个是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你做完，它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来做这样的高颅压的一些，就是尤其是脑子鼓得很厉害的时候。你就无从下手这样的病人，第一个你把蛛网膜解把硬膜解开以后，脑子鼓起来你就手长，这是咱们常规的一个做法。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压力很高，你脑子很硬，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做脑室造瘘也不行，你进颅底也进不去。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从通过这是切颞，这是一个破坏性的手术，把颞脊、颞叶、颞下回。上面要切的露出颤抖出来，那么这要在深部吧，到环池，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如果到了环池以后，好多的脑结你就能看见，就像缺水一样，就冒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是你就把这个压力就能解下来，
这就是属于那种压力很高的这种状况，也就是咱们常规的方法没有很好的办法的话，可以用这个办法。那么我是从腋下出了以后颅压下来了，颅压下来我们放引流管还放的球切池，当然如果说你这个入路没有暴露出前面的话，你可以从管池也放一个引流管，但是我是说从这儿剪了牙以后，因为有时候你比如说还要加动脉瘤，有时候还要处理血肿，还要处理脑出血啥，那么这个时候因为你从切入点也进去了，我们管子还是放到球切池，那样处理起来可能第一个能保证它的管子的位置，因为这样的手术我们是担心它、我们担心它术后引流不出来，一旦管子溢脓胃了，或者是这个管子的不通畅了，这是对咱们来说比较郁闷的事情。你要知道这个我现在的感觉就是球切池的这个地方引流脑子也相对来说更通畅一些，也就是说更好一些吧。对，那个管子位置固定不了，我觉得颞下、啊、我就第二天给它飘了，它就动了，它就不在那儿了。但是桥接池的没有接受过。怕它到不了那个，到时候脑子引流不出来，这就比较郁闷了。而且它会蹭着那个动眼神经，它而且你这个莉莉奎斯的膜也不如那么开放的多啊，你只能在动眼神经周围切一点，反正我做的少，我觉得这个莉莉奎斯的膜开放的多。相对来说，事实上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释放脑脊液来进行压力的降压，尽快的把它颅压降下来以后，因为你颅压降下来，我们再做一个琢磨的颅底的琢磨的开放也是更容易一些，这样的话提供一个。要不然你这么这个状况你没办法暴露，压力很高没办法暴露。所以其实不要做颞下，刘源做外伤你做颞下入路，那除非他出血就在纯粹的就是在颞底外伤脑挫裂伤。对，就是脑挫裂伤主要位于颞叶入路，走颞下的那个是有颞叶的脑挫裂伤或者血肿走那个位置，然后实际上是要吸除一部分血肿，或者是对对破裂的伤的这个脑组织以后有空间，然后管不一定要放得那么深。但是那个郭老师，那你这个管的位置怎么能保证呢？在那个脑池里面呢，在桥切池里面。实际上我原来也跟那个老王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以前嘛，我一直担心就是管放到就是咱们走一点这个入路的话，放到这个基底脑池里拔管的时候，我总是担心会伤到这些血管神经，所以以前我都是用一粗管，就是 12F 的粗管放到硬膜下，然后它实际上很快就不流了。对，它有些情况下，比方说脑张力挺高的情况下，确实是，就一般的两天之后它就不。对，所以，后来就是我也试着就是用这个细管，因为放粗管它也放不了那么长时间，一般两三天吧，就是时间长了它容易感染，现在也都是用细管，然后放到基底池里，可能。现在胆儿也大了。对，这个需要一定的经验，还是没那么容易。师兄，总的来说我感觉这个你是说这个做这个手术啊？对，这个手术还是其实细节还是要求很多的。对，我觉得也是细节也很多的确。实际上这就是看一个颅压的高低。那颅压低你就不用放了，颅压低你就没必要这样了。都是颅压高的。你外伤的话，外伤动脉瘤，你血象脑界的一个扩强是有必要的吗？因为颅压高，你像我们做现在外伤都要术前放一个颅压监护，那么现在就是说，出压在60毫米汞柱以上的这些病人，活下来的，我现在可能就是有一个，其他的都没活下来。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也许可能到这种程度的话，这好多他的脑筋啊、踩伤呀、啊，或者是都是影响。有时候就是你做了，不管做什么样的手术，弯了以后，这个病人效果都不好。当然，以后咱们再逐渐的去探索这些，因为这种病人相对还是不是很多吧？因为我们也做了，就是刚开始吧，就是很重的，就是放也不行是吧，师兄？
就是说这种重的以后你颅压很高了，脑子已经再出来，还有一个脑外伤，它重成这么一个程度，它是有死亡率的。咱们是通过努力，再怎么努力，就让病人活不下来。因为这个就是他那个脑积液能放出来吗？有脑积液吗？放是能放出来，放出来，但是他这个什么呢？他这个颅压维持不住。你像术中放上这个脑积液，颅压你比如说60降到20，那么用不了多久他又起来了。是因为脑积液还会流吗？这个过程中他每天还流二三百吗？流的不理想，有时候手术完了这个病人在这个流不出来，如果能流出来可能这就好一些。流不是跟这不是跟我们放那个脑室引流一样吗？脑室引流哗刚才流挺好，嗯，他不流就是这病人就完了，就这种感觉。那是嘛，肯定是嘛，就是颅压在60毫米汞柱以上，这些病人手术以后就是他就是我们拐着放进去，也许可能第一个脑积液的产生，再一个就是这个压力很高，拐着能不能通不通啊，或者是这个流反正好多这个病人就流不出来，有时候流个十来毫升，十几二十毫升，对对对对对，作用嗯。那么这部分病人就是可以就进行这样一个颞叶切除，怀迟的暴露，这样的话就看看有没有机会。那么当然就是有些病人太重，尤其是你脑室双侧动过大，这种尤其是再加上时间长的这些病人，可能你用什么办法都没有办法了，因为他这个东西太重了。那总脑外伤，咱们不可能把每一个脑外伤都把它落下来就行了。哎，师兄，你们现在用那个管主要是用粗管还是用细管呢？现在我就用现在美动力的那个管。它那个管径多少了？大概？管径是2.8毫米内径，2.8毫米。它是一个，它也是用来做脑出血的一个引流管。完了，不行，我给你发一下那个管子的内径是2.8毫米，然后那挺细的。它那个很光滑，它这个管子一个好处是非常光滑。那么它的这个侧孔一共有16个，它一个四排。啊，就是整个拐子周围一共4排那个侧孔，它这个拐子我觉得用起来还是挺好的，而且它很光滑，不容易堵管，就是，不容易堵管。再说你拔管的时候很光滑的话，对于周围的血管的，就像顾主任讲的，对于神经啊血管的损伤可能要少一些。到目前我们用的这个拐子还是很好的，没有出现一些奇怪的一些问题。嗯，好的，师兄。谢王师兄和郭主任的解答。哎，没事，咱们自己一起疼了吧。所以郭毅，你看吧，反正因为最近的时间相对咱们可能支配的多一些，就是说看就某一个专题，你看最近你有的话，你有个内容呢，也可以咱们再有个时间，这些周末一起讨论，以这种形式，你说。好的，到时候咱们再商量一下。啊，商量一下，你看你有哪个方面的坏灯呀，或者是哪个方面的东西想做，咱们一起讨论一下，交流一下也可以。好的。对。好，谢谢。看我们童主任在不在？童主任，哎，我看童主任在上面，不，我让他。对，明王你再说两句吧。谢谢各位老师。挺好的，这样大家畅所欲言，然后把老师就某一个问题咱们讲一讲。哪方面？这问题太多了，你说哪方面？不是嘛，就是说，什么嘛，就是咱们某一个专题以后就定一个专题，咱们周末抽个时间约个时间晚上这样交流一下就行了。你也可以准备一个，就你在哪方面想讲一讲，咱们就定上一个东西再讨论一下。最近做以后咱们可以定时间，因为定下来时间，咱们告诉教员，然后让他来给咱们弄一下。好的。对，好的，我们都考虑。这来咱是很自由，自己人，随便畅所欲言，想咋说都是。好的。Great Wang, how's it going? 所以国义，你总结一下吧。啊，
我觉得这形式很好，那这个反正大家比较熟的，然后找个时间，然后咱们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就讨论一下，然后或者是有一些问题啊，一些经验来交流一下，我觉得是非常好。Thank you, John, to host this. Yeah, yes, if we have other comments from the Chinese panelists, this is designed for the Chinese, so please, any Chinese neurosurgeon that wants to talk in Chinese, it does not have to be English. If there's no one else, well, we'd like to meet some of the panelists if they'd like to introduce themselves. Dr. Zhang, are you there? And any other panelists that haven't spoken, if you wish to meet people here,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We've met Sunil, Dr. Tong, Dr. Well, that's okay. You don't have to introduce yourself. Perhaps Joanna, if you'd like to introduce yourself. Well, great.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Wang. Excellent presentation, and I'm glad you guys got a chance to interact online. I have no idea of the conversation, but that's okay. That's okay. It seemed like you guys. Thank you. So hopefully we'll see you next week. Thank you.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everyone for coming. Bye. Thank you. Bye-bye.